千字出头是个夫，是你说的吗？啊，我觉得吧，就是男女在一起嘛，就应该男的做主，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嘛。啊，两个人是大学同学对吧？对。你是学校学生会主席是吗？对。风流倜傥，英俊潇洒，追求的人特多是吧？还行。你在学校说是特别默默无闻，一个很文静的女孩是吧？对。她当时追你的时候说你都不相信自己被她追了是吗？对，因为她比较优秀嘛，然后又是学生会的主席。啊。我在班级呢，也就是那种非常文静的女生，然后根本想象不到两个人会在一起。我就喜欢那种乖乖女吧，就是我说什么是什么那种女孩子。啊。在我们班级就发现就是，三群五群人在一起聊天啊。他永远是最老实的一个，不跟别人疯，不跟别人闹，永远在角落里看书。我喜欢这种稳当的孩子。然后你就追他了？对。用了多久啊？用了一个月。还挺骄傲啊。现在出现什么问题了？我不想和他在一起了。主持人是这样的，他太强势了，他太大男子主义了。他总是他说什么我就得去做什么。以前怎么受不了，现在你为什么受不了了呢？那我以前不是认为女生就得三从四德嘛，就得听那个男朋友的，你说什么我就得去做什么。可是我现在不这样认为了。自从我去实习，主持人就那个我们那单位的那同事，有一次他过生日，然后他男朋友就去接他，然后给他送了一大束花，带他去过生日。可他从来都没有过，我认为他根本就不在乎我。他平常都对你有什么要求啊？我听着好像苦大仇深的哈。他做什么的时候我就得跟着，要不然他让我做什么就得做什么。我们俩去吃饭嘛，然后他说吃什么就得吃什么。啊，哎对了，主持人，就前不久他跟他那个朋友去打篮球，然后他让我给他去送水，然后那天我比较累，我没有去。平常我每次都给他去送了，然后就这一次我没有去送，他就认为我不应该，然后就跟我发脾气，说我不听他话了。然后他事后给我打电话，我以为他给我道歉呢，其实不这样的。他质问我为什么我变了，为什么不听他话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那是真累了，不是不听他话。他就又跟我发脾气了，后来我就生气，就把他电话给挂了。哎，凭什么要给你送水啊？凭什么要给我送水？对呀，女朋友啊。你自己没手没脚啊？因为我打篮球了吗？不，你打篮球还有人喂你喝水啊？不用啊，那不就完了吗？我以前给他打篮球，他就能来给我送水。人家这次不是累了吗？我生气不是因为他累了，是因为他把我电话撂了。那以前应该怎么办呢？他以前从来不会这样事儿的啊。那他应该怎么办呢？他以前就是，我打篮球啊，我说你过来送水来，他不但会把我那份水买了，还会把我那个球友什么份水都买了。啊，这样吧，让我在那个球友面前非常有面子。哦，还有就是。我平时在那个我们学校旁边一个服装城做兼职，他问我吃饭没，我就逗了一下，我说没吃饭，你给我送来呀，他就掉价来给我送来了。哦，然后我觉得这件事吧，其实昨天我非常感动，我就感觉就是我就找对人了，我想找个女孩子，这种女孩子就是一个随叫随到的小保姆。我要的不是保姆啊，机器猫，男人该做的事情我也会做到。那人家过生日你都不那个？过生日之后那天我是学生会组织一次大型的文艺晚会，那次我是忙忘了。忙忘了，主持人你知道吗？就我过生日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然后他就说他有事儿，然后就挂电话了。然后后来他也没有说什么。还有更气人的是，你都不知道，我们俩那个一周年纪念日他都给我忘了。然后他现在跟朋友在外面喝酒。我觉得我跟我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哥们出去玩一下的，有必要跟你解释吗？没必要，这哪有必要？但是有一件事我特别好奇，我不理解，我特别想问。他吃海鲜过敏你知道吗？以前不知道啊。他知道，主持人是这样的，他那天我们俩就是去吃火锅，然后他就明知道，然后我就跟他说，然后他就是他说他想吃，我就一起陪他吃，然后结果就回去之后我就过敏了。你都不知道关心我一下，没给我送药，就只是让我自个儿去买，你这根本就是不在乎我。难道我没给你买过药？你记不记得咱俩上大一的时候，那天你晚上发高烧了，我寝室住在三楼，我把我们寝室所有的床单全接在一起了，绑在床上了，我从三楼一直顺下去的，给他买的药给他送上去的。我还怕他们寝室大娘发现，他二楼我给他扔上去的。
主任，我跟你说，他这都不是什么，他每次他生病的时候，药我给他买好了，我都给他每天吃几次，每次吃几粒，我都给他写好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告诉他多喝水，盖好被子。我觉得他跟我一比，他做那些都微不足道。他只是你当他妈，你累吗，姑娘？我爱他，在乎他，我才那么做呢嘛。我就一直不明白是因为什么，他现在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对，你管当儿子当惯了，人都这样。妈不管了，肯定儿子闹脾气。他以前不这样似的呀。对呀、啊，就是当妈当惯了嘛，不想当妈了嘛，所以不适应了嘛。他现在不满意的是说，为什么经过了实习之后你就变了？是这意思吧？对。为什么你一实习就变了呀？因为我看到那个实习的时候，那同事人家情侣都是相处得非常和谐，人家男朋友都是宠着女朋友、惯着女朋友的。人家是女朋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我不是，我是他想做什么，我得陪着他去做什么，他让我做什么就得去做什么。他这样太霸道了，太大男子主义了，让我接受不了。女性觉醒了，人家是人家，我是我，那能一样吗？你现在都不给我发信息，不给我打电话，你还不说，这不是人家吧？这是咱俩的事儿吧？你不给我发也不打也就算了，你竟然就给你那些朋友发信息打电话去关心人家。男朋友女朋友？他的那些同事什么男朋友女朋友都有。如果你很忙的话，为什么你有很多的时间给你那些同性或者异性的朋友打电话发短信，而不是他呢？因为我觉得我跟我朋友在一起，我能学到东西。我的朋友都比我年龄大，不是我的学长，就是在社会有社会经验工作的。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大三了，马上已经面临到那个实习呀，面临到毕业呀，我要找工作，我是学旅游的。我就得跑这些关系，跟他们没事跟打电话问问那个哪儿开新景区了，哪儿需要导游啊。这事你不上赶的，没人上赶的找你的。你现在希望他怎么样？你不分手，姑娘？我觉得他应该就是在乎我一下，关心我一下，他应该顺着我的意思去做，而不是我顺着他的意思去做。哎，作为男朋友嘛，惯着我是应该的。还有主持人，就是有次他给我打电话说，我上你们寝室楼下我等你，然后那个你下来咱俩就吃饭去。我说行，然后我就挂了电话，我就穿衣服穿鞋，然后拿着包我下去了。完了之后他人没了，我就打电话我说你搁哪儿呢，然后他就说他走了。刚出现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我说我最讨厌别人迟到，我就是从四楼到我们寝室的一楼，再到他们寝室，他就足够从二楼下来了，但是没下来呀，所以我不习惯。那我不得穿衣服，不得穿鞋吗？哎，你当时怎么就忍受了呢？我当时就认为我应该听他的，可是我现在我不是那么认为了，我应该有我自己的生活，我应该自立自强了，我不应该什么都听他，我不应该什么都靠着男人。作为一个女人，我觉得我要是那样的话，我太失败了。这个世界最可贵的就是觉醒，他觉醒了。你知不知道当初我因为什么喜欢你啊？我喜欢你的时候，我也跟你说过，我说我就想找一个温柔的、听我话的、我说什么是什么的女孩子。可是现在你完全两个样子了。哎，你们俩为什么一定要对方听对方的呢？商量商量不就完了吗？没多大的事儿啊，小伙子。怎么没多大的事儿呢？主任，我跟你说，他不止强势，不止霸道，还有他那一起工作的同事都是女生，然后男生特别少。他有一个女同事，他俩每次都一起出去吃饭，然后我室友跟我说好几次，我都不相信。只要有一次他那个一个朋友过生日，然后他们就去了嘛，我事后才知道他那些朋友都带着女朋友去的，他都没跟我说过，他把他那女同事给带去了。然后我就问他，他也没给我过多的解释，我觉得他是不在乎我了，不爱我了。那次是因为我觉得我把他领去了，他也是难受，我是为他考虑，他跟我朋友肯定聊不到一起去。那你那个女同事可以？我那个女同事跟我那个生日会的朋友，他俩也是好朋友，只不过是搭个伴而已。他俩那经常出去吃饭，然后他也没有给我解释什么。还有就是他有一个前女友，他俩经常打电话发信息，这搁谁能受得了啊？我跟你初恋的时候，我是不是说了？我说我跟我的前女友就是好哥们儿，我俩不可能不联系。我也像我就是那帮朋友什么都保证过，我说不管我处什么对象了，我也不可能跟你们这帮哥们儿、这帮朋友什么断联系。你跟你前女友也有这样的承诺吗？我跟我前女友就是现在就是亲人，特别特别铁的哥们儿。我有什么就是伤心的、难过的话呀，我解不了的问题啊，想找个商量啊，我都找他。那为什么不是找他呢？对呀，你为什么不是找我呢？我不想让我就是那些难过的事情啊、不开心的事情我带给他。那你也不能找你的前女友啊。那你让我怎么想？我不想让我的女朋友开心快乐。
他去找他的前女友，我能不吃醋吗？我能开心吗？你说，我就觉得你这不在乎我的感受。现在是你想分手是吧？对。你呢？其实我很喜欢他。啊。他像以前那样，就是我说什么是什么，是那么温柔的、温柔的女孩子啊。我愿意跟他在一起，否则我想考虑考虑啊。你不会再变回去了，对吧？我是觉得他要是。他能为我改的话，我就愿意跟他在一起。我来，我就只是想吓唬吓唬他而已。我是想。那你也不能就现在把底牌给端了呀，姑娘。那我不是想让他在乎我吗？让他像别的那个男朋友一样，就对自己的女朋友好。我就特别羡慕别人。就怎么着，他都不愿意离开他呗，是这意思吧？那也不是，他要不能改的话，那我也受不了他呀。我是受不了你们俩了。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觉得这女孩太傻，这个男孩有点嚣张。我不知道你为何有如此张扬的个性，是他惯出来的吗？我从小有这个性格。典型的就是大男子主义，或者说的更直接一些，就是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当你需要他的时候，他无条件的都要配合你。但是当他需要你的时候，你根本不屑配合他，因为你只属于你自己。想想你当时追他的时候，那种降低自己的身段，各种的套近乎，那会儿您不忙了，在一起了，你现在就各种的繁忙，得到了不知道珍惜，你凭什么就觉得他一定要属于你，完全的属于你个人呢？他有自己的生活，他有自我，你觉得他真是你爱的那个人吗？还是说他是你的一个保姆，你需要他的时候你才能想到他，女方需要什么，男方应该做什么，你都没有去想。他听我话的时候我是喜欢他的。他凭什么要听你的话呢？我觉得我女朋友听我的话呀。你为什么不听他的话呢？我觉得我男人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的女朋友就该听我的话。像你这样的男人你就该单身。女孩，我觉得你变得有点晚了，即便你心有所属，还要为自己活得更加的精彩。一个完全没有自我的女人，别人会爱你什么呢？爱的仅仅是你的付出。现在就是一个机会，你看到了周边的人是怎么谈恋爱的，你感受到了别人的男朋友是怎么爱自己女朋友的，你应该去追求那样的爱。如果你还爱他，给他一个机会，但有一个条件，让他回到以前重演他追你的那会儿，而且期限是一辈子，这样你才可以答应跟他在一起。在想啊，到底大学是应该谈恋爱呢，还是应该去专注于未来的工作？好像你们两个现在也在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对于男孩来讲，你现在想要的是我怎么去在未来要踏入社会那一步，我能够把现在基底给垫好了，那可能未来我的工作更顺利，爱情也就更顺利。可是对于你的女朋友来讲，她可能想的就是我的男朋友陪着我，能够哄我开心，像其他女孩一样，她想要这一个，你能给予到她吗？这个我不敢保证，像她说那样事儿的，天天跟她在一起，以后一个男人没有事业，也就没有女朋友。也许以前他是用听话来套住你的心，因为你要一个听话的乖巧的女孩，所以他一直在用听话来让你认可到他。他因为听话而 PK 掉了所有的其他非常有能力的女生，而今天他觉得他的听话没有带给他想要的爱情，所以他现在想要逃离，但是又不敢逃离。对于女孩来讲，最悲哀就在这个地方。你说如果他能变成我想要的话，我就愿意跟他在一起，因为我以前只是在吓唬他，但是我真的想要让你想清楚，他永远变不成你想要的样子，因为生活当中他的第一百位是他的工作而不是爱情，你想清楚了再去做决定。嗯，好的。来回顾一下男生的过去，当初喜欢他是因为他总是
辱一个男生，你凭什么骄傲？你连尊重女生的这一点品质都没有，你凭什么谈恋爱？这个女孩她是因为她喜欢你，她爱你，她才会顺从你。我很少见到我老婆这么生气。你看我让她先说，我在外面啊表现得一直像个大男人，回家就是个小丈夫，就男人在外面要像狮子一样勇猛刚烈，回家就要变成小绵羊，因为家里不是你逞强好胜的地方，如果家里没有后方好的基地的话，在外面打不胜仗。我在这儿这个场合老说关于大学毕业的时候的事儿哈，老说一句话，说每个大学毕业男生啊，这个我不接了，今天随便说。我说哈，我忘了。我经常说每个大学男生毕业的男生背后都会有一个转身离他而去的美丽女孩，这叫什么性格呀？年轻时候可能我们都这么过，但是既然来到了这儿，我们就想告诉你，希望在年轻的时候不要再重复去犯这样的错误，会很受伤，伤你自己也伤别人。你琢磨琢磨我说的话吧，想一想怎么面对他。矫枉过正不好，要独立哦，爱情不能比哦，每个人的爱情都不一样。接下来的时间就是留给你们自己的时间，来，我们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其实我是喜欢你的，你对我做的所有事儿我很感动，我心里都明白，可是最近发现这些事儿吧，让我心里很乱，我也不知道，马上毕业了，我也不知道我能何去何从，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能不能给你带来幸福。我站在你的角度为你想想，你也站在我的角度为我想想，就我们彼此都领证一下子仔细想想。我觉得你说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是你应该在乎我，然后考虑我的感受，我们不要求那么多，起码过生日的时候你不用送我花，你陪着我就行。你要是还是像以前一样的话，我想我是真的受不了了。如果你会为我改，我还是愿意和你在一起的。让我们彼此都想想，冷静冷静。如果是我的闺女，我就会跟她说，我说孩子，一个人他真的不够爱你的时候，你为什么还要全心全意的把你的爱付出给他呢？那个时候你得到的只有伤害。在这个现场我从来没听到他说一句他是爱你的，自己考量。来，请回，谢谢两位。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如果你是这个女生的话，你的男朋友这样对你，你的选择是赞成，是分开。来，各位请选择。54.55%的现场观众说分开，谁选的不分开啊？因为那个我看那个男主角跟我爸有点像，我爸也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你爸这么不尊重你妈？也不是不尊重，就是很强势，很强势。我妈什么都得听他的，什么决定他都要自己拿决定，不给我妈做决定的权利。20多年了，现在还是一直过着。来，后面那位戴眼镜的女生，你选择的是什么？我选择的是，不在一起。理由？就是我觉得那个男的也是我讨厌的类型。好，谢谢你哈。接下来就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一起来数五个数，来，5、4、3、2、1，请开门。为什么有人在鼓掌？我们看到有人在成长。我倒觉得今天的这个小伙子的离开和这个姑娘的离开，更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任。因为他们清晰之后选择的是不将就不媚众。